女神陈怡蕊拥有清纯可人脸蛋，纤细的亮眼外形，被封为地表最正啦啦队女孩，虏获大批男粉丝的心。光是 IG 就有 44.3 万位粉丝追踪。28日，乐天桃园在号召10号队友一起来冲胜利 KPI 红布朗花园上班族趴。身为乐天桃园啦啦队乐天女孩的她，也换上 OL 套装登场。随后她更在 IG 一连发出三天自己穿着白色衬衫、黑色窄裙及黑丝袜上工的侧拍美照，并写下：上班族下班啦，周末不用上班，是不是还在想念昨天那些一年上班一次的女同事们？我想这应该是五一劳动节最适合发的图文。甜美性感的照片让许多网友按赞留言：我想当女同事，想跟你一起上班。这位女同事让我的心从昨天晚上就一直留在公司。有这样的同事不会想在劳动节放假的。老板，我们部门需要这样的秘书。